经挂彩了。啊啊！挺得住吗？小 case。刚刚杀了个警察，不是，我肯定他是个警察，不是，他身上有证件，那是你的幻觉，我说多少遍你才相信，刚才不是警察，你最大敌人是你自己，自己打不赢自己，你又怎么出去跟别人打？拿着。为了查立案，上次在云来茶楼，我也杀了个自己人。组长跟我说过，我杀了他以后，我才发现什么？我的心情比你刚才还严重。那我刚刚杀的真的是警察吗？是，我干。